今天我就要用一张纸来煎蛋。首先把纸折成一个锅的形状，不错，再弄个加热装置。耶，这是嘛呀？耶，这是嘛呀？点燃。耶耶耶！由于火焰外层的温度最高，这个高度刚好合适。把鸡蛋均匀地打在盒子里，把鸡蛋放在架子上，开始加热。就是这个味儿。此时此刻，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，这纸在火上烤着为啥没烧着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鸡蛋在72度以上就能变熟，而纸的燃点超过了130度，同时鸡蛋中的水分和油脂快速蒸发来吸收热量，从而保证我的纸锅烧不破。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个煎锅吧。抖音。